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硅谷亚洲艺术中心苏建华，今年是丙戌年，也就狗年，祝大家旺旺有声，生生有望，记得大家来看我们的展览。另外今年也是特别的年份，是戊戌变法120周年，所以我们以今年秋天有个特别重要的展览，就其命维新，纪念戊戌变法120周年、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。你看我背后放着一条黑狗，我们有特别的用意，因为那个李鸿章先生的顾问，也就是复旦大学的创办人马向伯老先生，他活了100岁，1840年生，1939年去世。他临死前有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是一条狗，叫了100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。”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我们这个展览，谢谢大家，新年快乐。